Ladies and gentlemen，我回来了。昨天的视频刚讲过，最近可能不会更新 vlog，事情也发生了变化，又会开始重新恢复更新了。原因是因为我在鼓励我团队的队员跟我一起学习创造视频的过程中，他们说，要不然我们启动一个叫做陪伴计划吧，你重新恢复更新，我们陪着你一起更新。我说 That's a good idea，Let's go。Hello, Lucas。Hello。今天要去比赛啦。爸爸又要重新开始拍视频了。之前拍了很多 Lucas 在外州比赛的视频，还没来得及编辑。其实带孩子出去打击剑比赛是一个蛮有趣的，因为是一个短途的旅行，你也不用带很多行李，相对比较轻松。而且你去的时候总是满怀的期待，孩子能不能打了一个好的表现。所以整体上来说，我还蛮 enjoy 的。但这个人呢，就两次都没有陪我去。其实我们上次在西雅图玩得很开心，我好希望你在。挺好的呀。I wish you were there。我也很 enjoy 你们走了之后不在的时候是吧？我很 enjoy。Catch up。既然是 vlog， 我们再度恢复到闲聊模式。大家看到我这副墨镜了吗？我买了无数无数无数的墨镜，包括眼镜。我最终我才发现这一副才是最好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第一，它可以夹上去变成眼镜或墨镜。第二，它真的很轻，超轻，几乎没有重量的存在，你可以戴一天都不觉得累的。而我之前的那些什么 LV 啊，什么 Prada， 什么 Tom， 什么就其他的品牌都很重，很沉重，虽然很有造型，凹造型凹得很好，但是不可能戴一天的。对，所以最终，这个叫做。Burner Brand， 如果有人问的话，我把它打在屏幕上。Burner Brand 非常非常好的一副墨镜，产自西班牙的，大家可以支持一下。Rat。关于对 Lucas 的教育方面，我们也吸取了他打击剑的好朋友 Leo 家的教育方式，比如说电子产品的管控，是礼拜一到礼拜四不再允许他做任何的这种，就没有 screen time， 不能打游戏，不能看电视，不能玩。但是礼拜五和礼拜六两天会。在完成自己的工作作业课外活动的情况下不再限制它 unlimited。 然后礼拜天的话呢，就是要稍微限制一点点，就是你可以用 screen time 看看体育运动之类的，但是也不能打游戏了。对，这个模式好像还挺受我跟他妈妈的喜欢的，因为之前他每天是20分钟，那就经常会跟我们 argue 或 negotiate 说我能不能再玩5分钟怎么样，我们每天都很累。但自从切换了这个模式之后挺干净爽快的，礼拜一到礼拜四不要想Never think about it。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五礼拜六我们也不管他，他也挺开心的。那今天是礼拜六，他虽然是击剑比赛，但他也有 screen time， 正在跟他小朋友一边 FaceTime 一边打游戏，好开心。从满满一屋子人打到了人快走完，卢克斯今天打得不错，打到最后，打到决赛，很开心。至于能不能拿冠军都无所谓了，很开心了已经。通常来说，我们都是早早收场，提前回去了。现在大家基本上已经走了。打成了中韩对抗赛，中国队家属对韩国队家属，两边 Let's see. Yeah!Really took a hell, never been a fan. Edison's top speed, buses in the wind. I just do me, I don't chase trends. First they all hate, then they wanna make friends. Talking about weed, that was never in the plan. I don't speak French, but I really like friends. 没关系啊 Lucas, 放开打。Extra, extra, beat all about it. 放心，再打一分。
obviously. 稍微有一点点遗憾啊，第二名，但是打得已经很好了，没有人期待你能打第二名的。OK， 最后的决赛中有几件没发挥好，结果就追不上去了。汉赋，但卢卡斯已经很棒。OK，Good job。那狮子组跟巴斯组就是最好的，因为狮子组他会提醒你每一分都会非常重要。你这一次比赛我觉得挺好的，你打冠军反而不好，我觉得这个安排是最完美的。本来是想要拿冠军的，本来想拿冠军。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输吗？因为你想要拿冠军。没有，我没有。奶茶，在没有日更的日子，我去做了一个年度的体检，然后我被告知我是糖尿病的早期前期，所以我很可能要戒奶茶了。快十一点了，本来今天 vlog 还想再跟大家多聊两句关于我这段时间以来又一些心理上的变化。我前面缺更的时候说我被算法绑架了，我现在已经摆脱这个阴霾了。对，既然恢复日更了，我们日子还长，以后再跟大家慢慢聊。今天先稍微这样慢慢开始恢复更新，话稍微少了一些啊。视频的结束最后就是满足我一位特殊的观众朋友的要求，他想看到 Heidi， 那以 Heidi 小朋友的片段跟大家 say goodbye， 我们明天的视频见 ，See you， 拜拜。哇，好酷啊！还流着鼻涕。海迪。哇。啊！哇！哇！劈叉了，劈叉了。劈叉！哇！劈叉呢，海迪。姐姐好厉害哦。你也坐下了。Lucas， 今天比赛加油。你不去吗？当然去了。对啊，